有名，但是你的权利呢，只在一个行业隐形的权利，对吧？你没有生杀大权，你没有为心所欲的权利。说我这儿一个徒弟了，拿着电话，没有权利，这走关系啊。来，工作人员收下麦克风，请我们的刘德华先生在这边拍一张照片好吗？来来。